别跑！给我站住！超喵飞扑！哎呀！哎呀！我什么都看不见呐！哎呀！呀！快把化石蛋还来！别！嘟比嘟比嘟！小偷！这些本来就是我们水母星的动物，我带他们回去有什么问题啊？不用分析，披露1000%瞎编。行，那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？那还用说，他们叫胖墩，还有那是三角墩、长颈墩、刺刺墩、大嘴墩。哦，胖墩，不许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哦，你们等着，外星快递吗？马上送两只胖墩到我这儿。奇趣特工队，基点出现了！凯奇，等等我！听听，抱歉，意外意外，别生气了好吗？青青，锁定目标了吗？这次的目的地是属于恐龙们的年代。那电影我看过，是侏罗纪。错，是白垩纪。距今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是侏罗纪后的年代，同时它也是恐龙最多样化的时期。大家熟知的三角龙、翼龙还有霸王龙，其实都是出现在白垩纪。出动吧！好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喝完我就想溜，没门！年代太久远了，时空搜索得更详细点，才能准确到达目的地。我来带你回家了，嘿嘿，嘻嘻，是我的还是我的？到了。不错，谢谢。哎，你贵姓啊？哎，别走啊！那是巴塔龙，它是白垩纪最大的恐龙之一。那是史上最大的飞行生物，风神翼龙。青青，你们快去查探坏蛋到底在这个时代想干什么吧！夸我夸我！青青在后面。哎呀！
到底是哪里呀？啊！不不不要啊！警告！发现异常能量反应，在那边。那边？快！乖乖别动，马上就好。喂，妈妈，特烦队，可别动。我生气。寻找目标，有了不？灵芒，关手合体。那个，没有话好好说呀。给我招式。百变重锤，我操！凯奇怎么办呢？得先想办法救出恐龙们。喂，笨柠檬，我在这儿呢。好险呐！这味道，好香的烧烤味儿啊！凯奇来了，冲天火箭拳！没用没用，是吗？冲！计划大成功！嘿嘿。不准！我不准！啊！休想！性能战车出动！啊！嘟比嘟！通天万能波，哎。
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就是现在，艾尔。收到。鸡婆，全力全责。鸡，你有个什么脑袋倒在？好，这就放。成功了！点灯！霸王龙！还请你成功，还没成功。皮鹿也在白垩纪，在造成影响前，得赶紧把它逮回来。不会吧？嘘，别出声。这怎么回事？皮鹿，咕嘟比，别藏了，赶紧出来！我提议，要不别找了，反正皮鹿是自己作死，和我们没关系吧？闪电猫，我们是奇奇特工队，帮助别人的。停！别找了，继续找就是了。看看凯奇那边有没有发现吧。继续找找吧，青青锁定的位置应该就在附近。怎么回事？那边着火了，快，地龙先生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呀，我叫你走，没听见吗？我叫你走。没用的，快走吧！皮鹿，奇奇特工队，快救救我！凯奇，逆转狂枪！自由啦！谢谢呀，奇奇特工果然尽力。这次你又搞了神庙乱，我也不知道为啥蛋里蹦出个小胖墩儿啊！那是那颗化石蛋。不对，我说的是这火灾。冤枉了，我可不背这锅。这是。快起，危急，上面！陨石要来了！对，顺带一提，这里也是陨石撞的。还对，赶紧跑啊！陨石不会吧，凯奇，既然找到皮鹿，那就赶紧回来吧。不，青青，我们还不能回去。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还有很多恐龙需要我们的帮助。时空基点已经消失，你们的任务已经成功了呀。不，对奇趣特工来说，真正的任务不只是解决时空基点，而是帮助有麻烦的人。对的，喵。等，我抗议，我要求马上回家。别你，我才不要帮忙呢。你好了，看在小胖墩的份上，就这一次。嘿嘿嘿，那好吧，我来找安全的地方，一旦安顿好了，大家就赶紧回来吧。不怕强敌。知道了，奇趣出击。对不起，翼龙先生就在前面。别急，本喵带路，保准安全。百变重锤，我唱！快走！这边，大家跟上！青青，这里真的安全吗？当然，
我已经分析过，陨石不会砸到这边山洞。太好了。那么我这就接你们回来吧。皮鹿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赶紧走。哼，才不会想你呢。小胖墩儿，我可不准你忘了我。好了，怎么了？哭鼻子星人。急去特工。真是的，有那么急吗？喂，你们快看。陨石穴会波及到山洞。什么？青青，你不是说山洞是安全地带吗？对不起，我撒谎了，根本不会有安全的地方，因为今天是白垩纪的最后一天。什么最后一天？那是什么呀？历史上白垩纪最后一天就是第三纪灭绝事件，这一天无数陨石撞向地球，所有恐龙都会灭绝。什么？灭绝是注定的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再留在这儿连你们都会有危险。小胖墩，走吧，不然以后会让皮鹿笑话的。等等，这可是足以灭绝生物的大危机，光靠你们阻止不了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晴晴，对奇趣特工来说，真正的成功不只是解决时空基点。热风战车出动。不能这样丢下大家，一定要记住。
佩奇。糟了，时间飞船要撑不住了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。我想保护我的朋友们啊。外星快递使命必达。外星快递，喂，外星快递吗？马上送两只胖墩到我这儿。啊，是那时候。皮鹿先生，您订的胖墩到了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正忙着呢，还有空签什么收啊？去了去了。好的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我这就把货物带回去。回去？皮鹿，就是这个，用快递。等等。快去快递，我要去接，我要把我们还有矿工们打过去回家。好嘞，开始打包。万年前的水母星，再见了。原来水母星的胖墩都是我带来的。谢谢你，皮鹿，因为你，恐龙哦，不是，那胖墩们才能得救。这下相信我了吧？相信相信，你怎么大言不惭小喵个啦？任务既然成功了，是时候做那个。奇趣，青青，过来呀！我骗了大家。来吧，你也是奇趣特工嘛？大家准备，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本次的快递费用。快递费？这么多，我的零花钱都没了。不是，喂，别急，真正的实验现在才开始呢。气球是陷阱啊！果然中计啦！不行，通天捕手发射！别抓住我呀！皮鹿，别跑！快追我试试呀！皮鹿，找不到，找不到啦！皮鹿，皮鹿鹿。对呀，我们不会管你的，你的超能力控制真是太弱了。咕嘟比，你说你的真正实力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不会想看到你能力全开的样子。为什么呀？咕嘟，嘟比咕嘟比。嘟嘟说，其实他以前的超能力很强大的。咕嘟比，比嘟。嘟比，嘟比，嘟比，嘟比。
我总是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超能力。后来，院长用超能力一指手环，把我失控的超能力暂时封印了。嘀咕嘀，等我能控制好这些超能力，才可以解封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，如果能激发出东东公主的全部超能力，让她失控，那后果……提取特工队，给我出来！喵！一路，咕比嘟，你这次又要做什么？嘿，要做什么？我是来挑战奇趣特工队的。克里，要是你们输了的话，嘟嘟公主就必须帮我做暑假作业。克比嘟，嘟嘟不会帮你写作业的。我们也没有兴趣跟你打架。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最新购买的超级外星武器——能量光圈程序。谁怕谁呀、啊？奇趣特工队出动，不怕强敌，奇趣突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电启动，凯奇变身。公主萌萌的出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下夜猫变身，爱儿就是你大不凶，当真真意，不必嫉妒。我们出动，强壮带发，不必。爱儿现身，永远存在，痛不痛？不为前方是怎样疯狂，请和我。空中任务，决定驾驶莱茵战机。困难重重，守护的心也不会摇动。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解决危机的小奇趣特工队，出发！嘿嘿，奇趣小队，看我的能量光圈！全捕手发射，怎么会快手快放手啊，怎么样，无处可逃了吧，真烦人。嘟嘟嘟，你全失控了！哦，嘿嘿，你们又中计啦！能量光圈厉害吧，被射中的话就会情绪激昂，导致行为失控哦。光剂追踪，来，嘀咕嘀。
东公主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啦。嘟嘟，嘟嘟，小心！嘟嘟，哈哈，打中啦！皮嘟皮嘟嘟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大获全胜！嘟嘟公主，尽情失控吧，和我一起成为小镇的破坏王！哈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好好帮小镇恢复原来的样子吧，不用愧疚了。咕嘟皮，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没想到嘟嘟的超能力失控竟然这么可怕。等他能控制超能力了，应该跟本喵差不多厉害吧。咕嘟嘟，咕嘟嘟。失控了！嘟、